你知我有多少人操作？知啊，我调这四车无同哦。你用调的啊，我知啊。较早是你有上放的我老单啊，好啊，即卖无啊，我有改就改。这台是变形金刚的缩小版啊。哦，欸，你物件放啊真啊真济呢。精致哦。嘿啊。收拾了吗？啊，就肯住里边。嘿。找他。去找他。进来了。哦，对啦，进来了。那边机车房。叫机车房。哦，机车房。嗯。然后这边就是机车房。嗯。这跟那个谁的那个钱，要做事做这样哦，我感觉有较快了，有较快，别去。啊，这嘞，这是什么？你看嘞，喷汽油，哦，加油桶，加油桶，加油桶，那个喷汽油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那一箱。你当时讲你打的？就会去路也等下吼，我从只红啊，啊，阮孙爱这啦，什么熊熊与玛莎，啊，一边打阿奇呀。一边啊，我得给你打了，大家看几排。刚刚看一边一个。啊，我今日六十八岁啊，是哪？叫那个什么？那个大鼓手的。亚库里。哎，这个冷气跟那个大的冷气有一样吗？日立啊，这是日立冷气啊。哦，这是大川椅啊。然后这边呢？电线啊。哦。你这个 compressor 嘞？啊，就是卡。啊，这款嘞。哦，油压未哦。哦，瓦斯啦，瓦斯啊，还有那个过滤器的，这放两桶啦，然后加水是从这边加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马达，对啊，可以放两桶，然后加一桶太重，被划一次12000压掉，啊，起码有增重啊，两增重到5.9，五点九，哎，那这个机身板是哇，那4.9，两边都开的耶，对，两边都可以开，然后这边又可以散用，里面也有一台冰箱，哦，那你的逆变器在这里啦。那个老鹰撞这边散热比较好啦，空间比较大。哦，啊，上面那个都是你自己在弄的。这个不是，这个老鹰弄的，以前是拖。哎，哦，马达是老鹰弄啊，中间那个是我改的。哦，你冰箱放在这里哦。哎，这是外面要用比较方便的，不要说再进去。等于是外面一台冰箱，里面一台冰箱就对了。哦 ，OK。走开。好，那我们去里面吧。这台。唯一一台变形金刚3.5吨的，哎，那个老鹰第一部哦，给客人打造都是我，给客人打造就是你。那，第二台可能是如意吧？哦，对。哎，机会，牛魔王。哎，要卖掉那一台，第二台。牛魔王。牛魔王。啊，第三台是如意。浴室规格都差不多了哈。不要了，要紧。里面的浴室规格是其实差不多啦，一样是用家用马桶，就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就不介绍了。哦，嗯，还有一个大床，哪里来？这里啊，里面一个大床，你走进去。我走进去。我今仔要叫老人家盖在内底吼，盖在窗啊门窗户，不安暗暗。然后两边的外推窗。然后这边一个。冷气冷气在这了，冰箱啦，这边有一个冰箱啦，这应该是可以当成椅子吧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不对的，对啦，你看可以椅子，因为它现在是睡觉模式，它里面是可以变椅子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齁，其实还是要外推齁，空间才会大，对，因为它这个没有外推，它没有外推啦，它完全没有外推，它上面那是一个睡觉的空间，它把它用成储藏室的，
应该是带小孩的、嗯、然后这台里面全部都是原木的设计、哦、给各位看一下，都是原木的设计。嗯，这个就是我们车上、欸、跟我们那个不一样的原木那样，不一样，它那个材质不一样。嗯，都是原木的设计。我们那个纹路都摸得出它是完全的、哦、这没有纹路的，这是仿纹木、哦、仿原木的那个。嗯，这应该是那个啦，因为他们老人家怎样那么多坐上下楼的。对、啊、哦，然后上面那边就是他的空间了、啊、看他怎么应用。其实上面应该还可以多睡一个人、啊、两个啊。他那个你看他上面是软垫啊。嗯嗯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大床。对、啊、因为他们带一个孙子出门啊、嗯、所以应该就是直接都是以睡觉模式。对对，就是以睡觉的模式。啊，他还利用很多那个台灯，嗯，对，衣服，对。人家无差就好，哎，无差，我记了才去夹。啊，你就可以啊，台湾来夹，啊，就无安怎，无安怎就。对啊，一点唔，都唔是看你，这是看你的插口。然后外面有一个隐藏式的。他完全藏是他的那个哪个？这边藏是对啊，他藏到里面去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完全没有凸出来的。哎、欸，这个车边藏是没有凸出来的嘞。没有，他做的，全部都藏到里面呢。人家昨天还五六公车边藏这样才漂亮，哎、欸，对，五六公，很多都凸出来了。嗯，啊，你个算嘞，个粗料个未歹看，有诶粗料下骹会接到拍，我是咧升回啦，升回粗啊下骹下面还很大，你啊对吼、哦，配得很，这样出来完全是挡雨，对啊，埋在里面完全挡雨，又不会说，更加好看啦，诶、欸，升回做，较大坑，嘿，较大坑，哦，你要做这个，搁加一个工。要砍进去。阮哎呀，阮咧定啦，计划提工的。系啊。啊边啊这。开西南贵。换新的咧。我知啊。我讲你这无白条，阮阿妈来夹。嗯，夹着开门。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分离吗？这个。嗯。靠这个分离。这个是分离用的。有没有看到分离用的？其实它是一台承载式的露营车啊。哦，所以你看，跟各位讲一下哈、哦，顺便讲一下，台湾的法规，不管是露营车还是特种露营车哈、哦，这一个都是不能相通的。哦，它这里换管，嗯嗯嗯，换那个抽水管，我把它做一个这样，嗯、才不会放在后面哈、哦。哦，那个水都会留在里面。它这边刚好放一个水管啊，它抽水的管。哦，你安尼上车出去偌久？二十外工去攀路上久。哦，迄个上久哦。二十一工。二十一工哦。啊，剩诶，我因为我还阁带孙登互因老爸老母。哦。礼拜四还阁带。无，即台车出去上无，当咧两个月免登诶，不要紧。哦，我若有多吧吼。嘿啊。卖讲两个月，一年都无问题。一年都无问题。我购物，我会使调转去购物啊。对啊。他的摩托车就放在这边。啊，钱存落边啊，就好啊。很方便啊。嘿，还包钱存落边。嗯。啊，两个老诶尔。对啊，曹先生，谢谢。啊，随时爱坐等我老爸老母来，老爸老母上班。嗯。啊，你电力用偌多？电量。系啊。我按门头关。阳关。要拉一点点。我们都不会啊。要拉一点点。哦。要拉一点点。一狮子的露营车。